再来是拳，拳长这个样子哦 ，C O H， 如果写成简单的，大概也会写这样哦。野球。好，那它的击法是这边有一个碳氢化合物的取代基，那右边接着 CHO， 其中这个东西就是醛基，对，这就是醛基。好，那醛基的部分 R 也是不可以，R 是可以等于氢哦，所以最简单的醛叫做甲醛，对，国中就有学过了。尿素甲醛树脂，热固性塑胶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，网状。醛再来是铜，铜的话通常是这样子，碳、O、碳，那中间接了一个 CO 双键。这个叫做汤鸡，不是鸡汤。那它的接法是这样 ：R C O R 2，这个时候 R 1 R 2都不可以只等于氢 ，R 1 R 2都不可以只等于氢，所以最简单的铜叫做丙铜。CH3 这是丙酮，丙酮就是阿西酮，阿西酮女生最会的，女生知道就是那个去光水。丙酮不是娘娘的词，老师去光水可以去那个纹身店那个吗？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吧，不一样，对啊。纯米、纯铜，然后再来是酸酯。是的，这些现在写的都是有肌溶剂。是的，再来酸，酸长这个样子 ，C O O H， 好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 ，C O O H， 那这个时候它写成 R， 接着 C O O H。特别是把官能基框起来啊，上面被我们框没框过，这个好，官能基就是你看到了我都知，我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马上都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，哪一个种族的啊？比如说你那两个在打的时候，看到小狗跑过来，然后异形，对不对？然后狂战士，然后神族。所以这个 COOH 这就是酸类，其中 R 可以只等于氢，所以最简单的酸叫做 HCOOH， 这支叫做甲酸。好，先停一下，等待你消化。好，汤鸡啊。一个阳在一个碳的旁边，对对对，阳碳碳氢。由于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，通过标杆111认证的出手，这是怎样？讲难听一点，就是伪造文书嘛。对。伪造书信件吗？你好中肯哦。开什么玩笑！我有当过兵的、欸，当兵只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认证什么东西的，哇靠，那个业务室就挫败了。你晚上就在那边狂写一些单子。你有试过一个晚上开100张假单？因为明天要检查，然后他来他也没看，可是你就开了一整晚上。他如果翻了，你挫败了，他你如果没开到其中一张，人就被抓去关。对啊，关紧闭是不算那个的疫情的。哎、欸，你们
们需要当兵吗？4个月。到底的四个月过得比一点还痛苦。啊？暴龙上校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力。是啊。没有。我是看就爽，他不看这种高音还是？哎，那是谁没来啊？不一定，不一定没来。啊？不一定没来，还有哦，好，刘立杰啊。把他打球。你看我坐在人家的位置上啊，暗恋人家啊。怎样？真的吗？好了，老师觉得高中时期还是以读书为课业为重。别看我。好，再来纸类。这时候还蛮新潮的。纸类，注意看，它是这样子哦 ，C O， 对啊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想要借此。人家请假。我知道啊。要回家，我是玩风纪耶，拜托。我跟你说，那那手里没有。啊？我只关心女生哎。阿丽呀、啊，阿丽，阿丽是那个谁，何金莹的女朋友。对啊。哦。不会是我。我的阿妈咪啊，对。哦，你们国文有那么烂啊？中国古拳法第四大代掌门人，什么第四代？好，这个时候 R 1可以等于七 ，R 2不可以，只等于七。哦哦哦哦！这叫做甲酸甲酯。啊？一公下。酸渣，他接着重叶，就是他先接，还是先接在 C N 比赛打野，大一级，再见。再来一次安，安，安，安比较特别哦，注意听。安的话，它是这样子 ，R 1可以等于七 ，R 2也可以等于七 ，R 3可以等于七，但是不可同时为七 ，R 1 R 2 R 3不可同时。如果它们同时都是七的话，它就变成阿摩尼亚了。把这边成氨气了。那最简单的氨叫做甲氨 ，C H 3 N H 2甲氨。全部都变氢，就变成阿摩尼亚 N H 3它就不是有机化合物。我30秒。The sense was really, huh? 不用背啊，看懂就好了。好可爱哦，猫头鹰。Thomas Edison， 你知道爱迪生发明的那个钨丝灯泡，全世界已经不再生产了。没错，因为很好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好点。Jazz music， 你知道 Jazz 本来叫做 JASS。然后后来才改成 JAZZ， 因为小朋友就一直笑，哈哈 ，JS JS。
对啊，不是秘鲁，啊对啊，所以能够说 A 扣啊。A 扣。这种书不错，这种书好好念，比念课本来的有趣多。好，最后一个西安。西安是从酸演变而来的。这个是西安，西安叫做 R1, C, O, N, R2, R3。科川闽，后面不讨论，再来消。消化物 ，NO2， 不讨论，再来黄化物，有，对，不讨论，有的可以，有的不行，但是生物讨论的比较多，所以化学不多说。看是哪一天呢、啊？好玩的那一天。是芥末日。你有事吗？再来，第六大点，我们要介绍。你可以停了30秒。我们要从纯开始介绍起。纯，一开始我们要讲异构物。从一个碳开始。上次不是五吗？不是五官人机哦，二之五哦。哦，三八点低啊，来第一题。好，纯的异构物，一个碳的时候没有异构物可言啊。那顺便讲一下，这个人叫做什么？这个人叫做甲醇。甲醇，甲醇它有什么特别的呢？甲醇通常是甲酒的来源。工业酒精，酒精是乙醇。工业酒精里面有不纯的东西，是因为它多添加了一点甲醇。那甲醇是甲酒，喝了会怎样？少量会失明，多量会怎样？会死亡。黄飞鸿代言麦当劳，他说黄绿鸿吧。好，再来乙醇。乙醇是叫做传说中的酒精，甲醇叫做木精啊，它可以从木头里面提炼出来，叫做木精。乙
乙醇叫做酒精，酒精可以喝，可是不可以喝太多。发酵，喝太多会再见。好，他们都没有易购物，同学注意看，他们都没有易购物。一个碳无法组合成易购物，所以就这一种。两个碳无法组合任何的易购物，就两种。我有跟你们讲过烷基的易购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烷基易购物个数，烷基易购物没有讲过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先来讲一下烷基易购物。抄在哪里都可以。烷基易购物，烷基易购物很好用。什么事？酒精高就酒精弄成高而已啊，酱油跟酱油高有什么差别？那它是怎么弄成高？酱油是咸的，酱油高是甜的。你干脆说它的粘度差，粘度系数相差4.389好了。真的？乱讲。蛮低的问题。蛮多的。来，这是甲基。大概多少？有。啊。真的大概多少？唔知啊。自己去查。来，这是一种而已，没有什么都没有。再来两个碳，写过了吗？谁跟我说没有了？看你继续写，等等，看你继续写。好，这是一种。三个碳的话有几种？两种，一个是这样子，一个是一比七。好，讲过了，那就不用再讲。好。讲过了，那我们直接看那个表格就好了。烷基易购物，我们只要写种类就好，我们不用画。一个碳，两个碳，三、四。五、六，一个碳只有一种，两个碳一种，三个碳两种，四个碳四种，五个碳八种，六个碳十七种，自己把它记起来哈。待会会一直用到。这非常好用的，把它记好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要继续讲。好，别急，大概今天会走35块。快月考啦！3/2。第二张吧。3/2。对。然后第二张完。好。上次只画到丁基啊，好，那五颗碳的我们来画画看。同学说只画到4颗，那我们画5颗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要接取代基的时候，首先先把对称线给画出来，所以同学非常快速的可以找到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个碳为主链，2、3、4。这边有一个鱼尾巴，所以下面的人不可以放，因为这两颗蓝色圈起来的碳，它们是属于同一种，那所以就是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那还有一个是锌啊，锌正义锌的锌，这个同学注意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今天有对称线又有鱼尾巴，所以它只有一种，有对称线。又有鱼尾巴，那所以种类就只有那么一种而已。第八种，就是五颗碳的地方。六颗碳的时候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颗碳对称线先描出来。描完了，我知道取代基的部分有一二三。4、5、6、7啊！你们都不转心。
你可以先不要抄啊，你可以先听啊，听懂了再慢慢写啊。回家就可以慢慢写啦。回家不能开电脑，那就那个放学留下来到那个老师办公室。哎，图书馆，对啊，图书馆有啊，同学图书馆有。好，闭嘴，听我这边讲。谷歌看的时候，谷歌看的时候注意看，我讲一次而已哦。直链状的对称线描出来有三种，不超过对称线有三种。对，那如果画这一格的话，它没有对称线，所以怎么接都对，四五六七，但是不能接下面，因为这边是 E， 所以这两颗是一模一样的性质，那只能接一边。那最后一个是新物碗的部分，它如果当取代机，你把对称线画完，这边又是 E。如果它是 E 的话，代表说这三颗碳性质相同，所以只有一种而已。答案是写八，总共八种。六颗碳，六颗碳，你先把对称线给画出来。再来是五颗碳当主链，五颗碳当主链的时候，这是 E 和鱼尾八。那其他的找不到对称线的情况有四、五、六。七八，再来还是一样，五碳当主链，一二三四五碳当主链，第六颗碳挂正中间，你会找到对称线，但是没有鱼尾巴的情况，下面那一颗可以多算一种，所以会有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再来。四颗碳当主链，一二三四五六。那你对称线画出来，鱼尾巴画出来，首先你会知道有几个人是长得一模一样性质的，是这三颗性质相同，所以它的接法只有其中只能算其中一颗，分别是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最后。四颗碳当主链的还可以这样画，各接一颗。那对称线画出来之后，鱼尾巴也把它画出来。所以这两颗是一样性质。那你可以算的就是十六、十七，好，十七种。好。哦，之前只有讲一二三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样全部补给你了，补齐了。分心一点，用功一点，努力一点，好不好？读书救国。台湾还有救，就在你们的手上了。被卖掉，被损坏掉，被统一，我比较喜欢全家的、欸。哦，那个，如果说到要打仗的话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不用念书了。传说中好像两小时内空军会被歼灭吧？两小时内。台湾找的啊？哦，对，最好玩的是，你们受完那四个月的夏令营之后，你们会被列为后备役，后备役的军人。什么叫后备军人？战斗的时候，应该是挡子弹哦。不对，是不是挡子弹？是当炮灰。就是一打仗的时候，所有的后备军人会沿附在。会整个布，你们会布阵布在台湾的西岸的海滩上，让别人来抢滩。就是你们啊、哦，那还好，老师是炮兵，我是八幺炮的那个领导士官，专门打炮的、嗯。所以你们在前面当炮灰，我在后面支援你们。你们受到炮轰猛烈攻击，猛烈攻击了，我在后面用八幺炮。就
自由女神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个蓝色衣服的教官。蓝色衣服教官怎样？他是空军。空军呢？对，空军就。蓝色是空军的、啊，绿色是陆军，蓝色是空军，啊，白色是海军。我说他们白色会穿黑色，不一定。是啊，是会有穿合色的话有两种，一种是宪兵，一种是海陆。像老师的就是海陆，就是合色，跟宪兵的有点像。所以各位同学以后就可以当辉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恭喜各位啊！老师，哎，你有想当？没有。好，来看三颗碳的。所以，如果有打仗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多想。如果是三颗碳的时候，我们就命名很简单了，那就丙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酒精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丙醇，丙醇的话哦，你注意看它的异构物会有两种，因为它的这边是几个碳。三个碳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，那上面的话都是一种一种，异构物。不能用百分之百，因为百分之百的话，你在它会去突破，它是去破坏那个蛋白质。你如果太浓的时候，你就想，我们的生物老师跟我比喻过，我觉得那个蛮好让我理解的，就是你用百分之百的酒精去杀菌，你百分之百一下去，它蛋白质就凝固，很像煮蛋白凝固一样，然后就进不去，因为你主要是要去继续往内去侵蚀，去杀它的那个转移的那个物质。好，来，那注意看，先看这个，这两个人哦，他的命名有一点不同。这两个人的命名不同处在于碳的编号。如果我的碳是这样编过去，一二三，那这个叫做一丙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二丙醇。我知道。一丙醇、二丙醇，这是他的命名方式。那还有一个东西是长，这个地方会比乙醇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人，要小小的补充。这个人怎么命名？你应该会吧？一、二、乙醇、乙二醇，对不对？然后几个醇？两个醇，乙二醇。它的命名就跟我们之前的东西是一样。那一二是可以省略，因为你看这两个，所以一定得这样放。所以那乙二醇是在乙醇里面。乙醇，乙二醇就叫做抗冻剂。抗冻剂。国外的车子，它有时候天气会冷到连汽油、机油全部都结冰。所以他就要加这个乙二醇，但是那个乙二醇呢、啊，它吃起来甜甜的，所以小朋友会误食。对，吃太多都是吐泡泡。化学药品都有毒，要有这个概念，只要不是天然的都有毒。啊，药也是我们。是啊，所以人家说有些人生病他是不吃西药的，以毒攻毒，他完全对，西药就是以毒攻毒，西药就是以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其实我们觉得台湾做的不好，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一张自己的过敏，对药物的过敏表。你知道有，如果你人生对一种药物过敏，那一种药的药名你
就要写一张卡片，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随身带着。不然你哪一天晕倒，就有医生在救你，把那个药打到你身体里面，一过敏就马上嗝屁。瞬间哦，瞬间哦，只要那个药物的那个官能机跟你的细胞的官能机一产生过敏反应，然后你心跳可能会变快变慢，或者你就挂了。所以西药其实讲明白一点，真的就是以毒。中药，神农氏尝百草，最后一句话。对，这草有毒。但是我觉得，哎，反正就不要生病最好了。我在想，以前亚当夏娃还在世界上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生病应该也不会去吃什么药啊，吃苹果。那个那一颗不是苹果。夏娃中毒，他们说没关系，我还有热。很大力。夏娃是用他的热毒制作出来的吗？对，夏娃是从亚当有一天睡着，然后上帝就说：“哇，这人独居不好，就从他的热毒里面拿一只出来。”亚当是用土做的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。对，好好好，可以。长那么大只在唱这种歌，就着实有点不舒服。好，秉承一下。没有干嘛，只是讨论一个我冰纯。哦，然后后来上帝捏完泥巴之后，吹了一口气，那亚当就生了出来，就开始走。所以，然后那时候他住在伊甸园里面。那上帝跟他说：“欸，你要管理天空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水里游的，并且你要帮所有的动植物命名。”所以他是第一个生物学家。哦，对啊，他就命名了一个一个命名。你，大象，对，你，长脖子鹿叫长颈鹿啊。啊？他用什么文？那时候他讲的，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我一直到一开始，全世界的人类都讲同一种，讲同一种话。后来，全世界的人类开始盖一个塔，叫做巴别塔。然后那时候觉得说这样不好，神就把他们全部的嘴巴都变得不一样，讲不一样的语言。所以本来我们大家都在盖房子，就再盖一个塔。就后来隔天早上一醒来。怎么那么喜的啊？你讲起来，回大力去啦，我。然后四个碳，所以后来大家的口音都变得不一样。对啊。我们就不讲命名了、啊，我们就直接看异构物就好，不然他命名一堆，四种都要命出来，没那么多时间了。四种，因为它是丁基的，它放在丁，它这边是挂丁基，所以它会有四种异构物。再来挂物基的话，会有几种异构物？啊？哦，所以那个很好用。哦哦哦哦。重头、哦、好，六个碳的时候，你挂六个碳会有几种异构物？17，对，十七。好，我们前面讲。刚刚画假的哦。所以考试我可以考你哦，请你把这十七个画出来，然后错一个就没有分。像你那种画法，错一个再怎么分？像你刚刚那种画法。不行啊！你就是像刚刚那种画，然后每个都要画重复。谢谢。Welcome to Facebook， 是不是？再见。再见。这个是醇类。再来醚类啊，丙醇有一个人可以稍微聊一下下就好。对，一下下就好。丙醇这边有一个碳 OH， 这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一二三丙醇，几个丙醇？三。对，丙三醇。丙三醇。丙三醇。一二三跟什么？为什么要叫甘油？
啊，丙三醇。啊，一二三可以省略的。对，一二三可以省略。它叫做甘油。三酸甘油。那甘油如果今天加上肥皂，只要再加肥皂，我喜欢肥皂，当兵到底减个功。NO2 NO2 NO2 这叫做消化甘油。消化甘油，这个诺贝尔用这个东西赚了大钱，也把他们家人炸死了不少。这个东西相当难控制，爆炸性又相当的好。他们都是这样，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打翻的，打翻了、都还没骂，都还没割，按都还没练出来，啪就炸死。哦，我知道，是《梦幻四周》里面那个。我没看过，那个机器人，机器人他都做那个很大机器人。机器人凯伦吗？哦，你是说那个控制那个？我怕死掉。好了好了，各位屁孩，请停止卡通的讨论。不用打，有的时候倒下去就炸了。所以他们曾经有这样，就是他做出来，然后他请他的亲戚说：“欸，我做完了，请你帮我把这个送去给客户。”哦，好，开货车。结果开到一半压到窟窿的时候，车子一震动，整动整台车子都炸掉。好，再来。不会变成水。变成水水水水水水水，好，再来，这是第一个醇类，第二个是醚类。醚类比较讨厌的是它的命名方法。醚类比较讨厌的是它的命名方法。一个碳没有醚类，两个碳开始有醚类。两个碳的醚类是长这样 ，CH3。先假装没看到。好，那这个人叫做两个甲基的醚类，两个甲基的醚类叫做二甲基醚。二甲基的醚类，二甲基醚。那二是可以被省略掉的，因为它一定是两个甲基，那基也可以省略掉，所以它最后的名称简单的来说就是叫做甲醚，对，甲醚。甲醚。甲醚跟谁互为同分异构物？乙醇。好，我来告诉你，月考的时候常常有人都会中奖啊。乙醇跟乙醚有没有同分异构物？没有。没有哦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同分异构物会中奖哦？你看到乙醇，你知道 N 等于二；你看到甲醚，你以为碳数等于一。但是今天如果是醚类的时候，要再乘以两倍。因为这边是左边一颗，右边一颗。如果乙醚的话是几颗碳？四颗。你本来以为是二，但是醚类要再乘以两倍。好，所以乙醚跟乙醇是没有关系的。乙醚跟乙醇是没有关系的。对，是甲醚跟乙醇，考试必考哦。再来，你要再说。老师，消化甘油就是黑色大药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。对，知之为知之。这个叫做甲基乙基醚，就直接叫做甲乙醚。对，它的命名简单的来说，甲基乙基醚就叫做甲乙醚。碳如果四颗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子，一颗、三颗，也可以两颗、两颗。同学要小心，如果今天多于三颗的时候，你要讨论，你注意看哦，来先不要超过，人家你完全听不懂，注意听。这里一颗碳，这里一颗碳，一颗碳只有一种，只有一种，所以总共异构物就一种。
一颗碳异构物只有一种，两颗碳异构物也只有一种，所以乘起来它还是只有一种。再来，这边一颗碳只有一种，但是三颗碳有几种异构物？两种，所以乘起来这个地方有两种。那下面两颗碳，两颗碳一种乘以一种，这样总共几种异构物？一种，所以共三种。你注意听，我用念的就好了，我们也不写了。这个可以叫做甲丙醚、甲基丙基醚，或者是叫做甲基异丙基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哦，所以它有两种，那中间是用乘的。那乙醚的部分，要稍微聊一下。乙醚早期拿来作为麻醉剂。青蛙。啊，麻醉剂。麻醉剂，但是后来发现很多人会对这个乙醚过敏。它为什么可以拿来做麻醉剂？你写一下，醚类没有急性。醚类。没有急性。没有急性的话，会导致我的沸点低。沸点低就会易挥发，沸点低易挥发，所以重点在此。第一个，它没有急性，没有急性导致我沸点低，沸点低导致我易挥发，所以最简单的麻醉就是把乙醚倒到手帕上面，然后捂着你的嘴巴，你大力吸一口，你就会晕倒。后来发现这个麻醉剂不好，因为你麻醉了这个人之后，不是啦，这是全医院都睡觉那种，床上躺平哦，不是啦，是后来有人会过敏，就是你麻醉了他，开完刀的时候本来一个小时要起来，哎，怎么没起来啊？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后就起来了，哎，怎么又没醒来？然后在两个小时之后没起来，说真的就挂了，或者是他醒来可是变植物人。但是后来就会被不孝人士拿去当做所谓的强奸药剂，所以女生晚上不要独自一个人走在街头。谁呀？嗯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他应该也没有打算要让他醒来吧？我在猜。这个问柯南可能比较了解。问中瑞。中瑞是用喝的，跟这个不太一样。好，五颗碳的时候，赶快我们来看一下五颗碳。五颗碳的话，可以这样子，一颗，然后四颗，也可以两颗、三颗，一、二、三，一颗、四颗，帮我看一下有几种可能性。一颗的话只有一种，一乘四，四颗是四种，两颗是几种？一种，三颗是两种，所以一乘四等于六，一乘二等于二，相加共八种。一乘四等于四啊！头脑动太快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再来六颗碳，六颗碳可以一五。也可以二、四，还可以怎么样？三三来迟。三三来迟。好，看一下一颗碳一种，五颗碳几种？请回答。五颗碳几种？八种。所以这边做完是八。再来两颗碳。一种，四颗碳，四种，四，三颗碳，两种，三颗碳，两种，四，八加四加四，十六，好，这样就够变态了。好，今天先到这边。